感觉起来因为是左打者、哦、因为肖伯廷的速度也很快、哦、安打左半边方向的安打，对，这边还是抢下来，对，第四棒的于宗汉、敲出了左半边方向的安打，让三垒上的跑者承接线的是回到本垒得分，两队呢现在是一比一形成平手，对，所以台电这边呢抢分也抢得很凶、哦、两支安打的配合、哦、追平了分数，这球在高的位置掌握得很好。于宗汉在昨天。